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中餐呢，肯定有咖喱，好、哦，肯定有咖喱，好，因为我在楼下就闻得到味道了。而且今天啊，不敢吃咖喱的李佩伦呢，他去那个 AU Pasta 支援了，好、哦，所以的话，这个大姐啊就不用顾虑说有谁不敢吃咖喱而没有煮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不是咖喱啊？哎，今天的话，首先呢是这是什么汤？不知道，要问大姐。好。杂菜汤，好，这个是杂菜汤。杂菜汤就是什么东西都加的汤，叫杂菜汤。哈，不是，不然是什么？好，那是素食的啦，臭豆腐锅。好，臭豆腐锅。啊，素食的。好，这个是空心菜。来，接下来是，对不起。那你为什么你突然？这个是咖喱哦，没有问题，咖喱。那里面的话有一些肉片，还有红萝卜，还有这个马铃薯。OK， 那大姐心情好，还会加其他东西。然后接下来的话是素食的咖喱，那接下来是黑木耳，这是这个塑料。好，他这个频道 ，Hello， 嘉哥，叫爸爸超人。Hello， 文英，我们的新伙伴，今天第一次就职啊，今天第一天上班，非常开心认识你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伟哥，那这是我们的范，好，范你好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大姐，大姐很喜欢露脸，大姐在翻冰箱，大姐我怎么看到你运动啊？你绝对不搞运。有啦，今天吗？我有说，大姐，啊，你今天也你无甲我回头。你看我是无奇怪，你是虾米人去打？好啦，无猜啦。你有看到好，我看到好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用餐的同仁有这个魔王经理张一婷，还有哇，你看他都是打人，然后哇，好了好，我知道，还有这些伙伴啊，对，今天冰淇淋公主她穿那个桃红色的衣服，她说她今天是草莓公主。好，没有我说的，好啦，就这样子啦，简单的记录，拜拜。